哎，我操！拿个鱿鱼。谢谢，我是戏你怎能不入的飞机？差点送你银树，兄弟们！再来一轮。平衡终于一切。任务指引我的去向。对，你的魔法对我无效。我没有一个有用的，怎么办？这个吧，还能加点战斗力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别的是真没用啊，别的是一点用也没有啊。平衡终于一切。不能说一点用没有，只能说是一点用都没有。绝地翻盘正是我的特长。这个没问题。上个山腰。卡萨丁这波应该是无敌了，黄土锁着甲，谁能打过他？下波和反甲，我操，这都赢不了。玩个六啊！我自有安排。上呀！沙卡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嘣！沙卡拉卡。这把我们直接拉九拼多多吧。哎，我战斗法师刚才是不赢了？我这不放错了，我没放第二排呀。我正在追尾。
这机器人身上的日炎可以、啊。那我这锁着甲已经能变了，我就不用拿反甲，是不是？我就可以拿个刀啥的了。拿把大剑啥的，这个没问题。帝国高于一切。我这机器人行啊，每回都变日炎。发型该修理修理了，还出不了门咋修理啊？修理发型我就得休息，下礼拜的吧。这不升保连胜，升不升也连胜啊，这还赢不了还玩啥了？这质量前期狂徒的赢不了那就白了。谢谢长城睡不醒的飞机，谢谢长城的飞机啊，两个飞机，差点送的人数兄弟们，差五个送的银数。激情在燃烧，激情在燃烧。先给一个小龙刀，下边有卢仙呗，给一张。那就羁绊王了。
为什么不是机器人被勾，而是火蓝被勾呢？这我不能理解。怎么的，这乌鸦无敌了啊？漂亮炸弹人，立功了啊！立功了啊！炸弹人来个两星呗。这波感觉输了，他这刀锋太幼了，我又没鬼输。让我散，散呢？散。82。来法爆吧。搞一个维克托的装备，这个出门拿厉害，现在拿毕老八，这不来了一个吗？这主要是看运气的。你的运气不行，咋的他也不行，这得看运气。战斗法师不用了，不用了。
用不了了。这个没问题。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那炸弹人怎么一直就蹦不出来一张呢？你就给我一张不行吗？给我一张炸弹人不行吗？来了吗？上飞咱吧。塔姆来的有点早。塔姆，装备怎么合？看一眼啊。双龙刀，救赎了。无尽有了，差法爆。走极客九五吧。我已经五连败了。这个没问题。装备给的不错呀。现在我们可以狼吞虎咽了。引线再燃烧，引线再燃烧。你用自己的 T 零极客九五，看看这极客九五怎么玩啊？行，明白了。
养了个貔貅，不能，问题不大。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。杰西要了。杰西要了。你说我拉人口不？我直接把装备都给着塔姆吧，给点右装给他。想杀我，先排队去吧。我看看这轮能扛住不吧。这法爆杰西肯定是得要了。看能不能顶得住吧，顶不住我们就地牌吧，实在顶不住我就地张维克多吧。他们这哎呀地牌地太快了，都没办法了，跟他们现在玩都他妈这都可快了，都没招儿。地牌吧，质量稍微搞一搞，有没有啥刀妹儿啥的？如果存在限制的话，那我怎么能找到他们？塔姆忘位了。卡莎先用着，有维克托再搞个维克托。哎呀，掉一滴血。妈的，给我整个九连败！我操！有这么能连败吗？要卡莎，要得力呀、啊！要卡莎吧，泽利没有 VIP， 有点弱哈。其实我也没啥好弟弟，我就要个二星刀妹儿。你说我还要啥？你说我有啥好弟弟吗？我没东西弟呀。关键还是上不去九，我这帮逼质量太高了。电刀，赶紧地吧。地呀、啊，我想拉酒。地了没啥用，我地不出来东西。你说我地啥？你说我现在我能地啥？我地个粑粑，我全他妈叫酒费的，不是酒费呀、啊。
全要五块钱呢，我现在地有啥用啊？一点用也没有。我就死，那我也只能等。还要个 ED， 死我们也只能等，你就等。火速出击！先吃个一块的。发立功，没有 EJ， 没事儿 ，EJ 就没 EJ。你还不如递个二星五费的出来，这递不出来，八级递不出来。八级啥也递不出来，要不我上两个塔姆啊？塔姆喂喂吧，黑魔可以不要了，你觉得那五块钱没东西上啊，上把地儿得了。我就希望这个卡莎呀，狠一点啊，狠一点。哎呀，我操死了！去，这帮逼就没有上九。都分奴啊，全是分奴啊，兄弟们，跟他们上酒玩就相当于自找不去，你知道吧？这帮逼根本不运营啊，根本不运营，就在那里硬玩，那我也硬玩，来吧，全是斗毒是吧？行，不是斗毒就是轮着吧，我玩个别的。